好，在这段中我们要统计的是说，依照 A 栏的日期的月份来计算他每个月的销售金额啊，销售金额。在前面我们教过用上 product 这函数来计算哈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哈，什么方法？点我们随便点到表格的任何一格，然后选插入枢纽分析表啊，点进来，然后呢范围一样是 A 多少 A1 到 F 啊，357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新增工作表，在新的工作表里面做出来啊，确定。然后确定完以后，第一个我是日期，第二个我要计算的是我的销售金额，在值这个地方哈，销售金额值这边。那追到它会怎么样？它一拉完，它就把你已经算好了月份有没有销售金额啊？用枢纽分析表，马上就算出来了。那万一你觉得这个数字要它有点点感觉的话，你可以干嘛？点这里。哦，点值栏位以后，选栏值栏位设定，把它这里面的数值格式呢选到你想要的数值格式啊。我千位数，小数点零位哈、啊、，OK， 确定确定，它就会变成比较好看的啊，比较好看的哦、啊。那这个速度比用公式来的快很多啊，就看你个人。